三、二、一。直播团队相互协助，确保课程可以顺利进行。随着时间的历练，还有经验的积累。此暨青年永续人才领培营邀请七位来自医疗、教育和其他不同领域的学长姐回来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。上人说，生命在呼吸之间，特别是胸腔科，我更有感受。我们需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做器切，手巧心静的去做重要的事情。大家希望在慈青最想要获得的一个能力是什么？当我们自己很清楚知道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想要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成功的路上了。采用虚实整合的方式，运用五种不同的通讯软体，让学员可以在线上互动，也能够及时回馈。做了很多比较创新的部分，像是除了用 Zoom 以外，我们也有用一个 Gather Chat 的一个程式来让大家互动，就是其实跟实体营队很像，只要学员按个 follow 就可以跟着队服一样，像是举小队牌一起走。能够加入慈青社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去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，聆听走入社会的生命历练。学员透过科技连线，在暑假期间增广见闻，找到未来人生的方向。大爱新闻何玉怀、钟江波、花莲报道。